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面，57面，倒数第七行，倒数第七行，看第8段，特示显法僧解门。由上至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事，显此法界全体。如大疏云：“立相、树壁、粗木皆道。”到这里是一段。在前面一段，因陀罗王法界门给我们说到了重重无尽，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让我们很自然就想起贤首大师的望尽还原观，还原观里面所讲的显一体，起二用，示三变，是就展示三种周边。相即相如，讲一切法，一切法相即相如，重重无尽，就是三种周遍里面的第二种，畜生无尽遍，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它是事实真相，现在科学家的探讨没有办法探讨到这个境界，探讨到三细相，物质是怎么产生的，探讨到此地，发现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那科学的名词呢跟佛的名词不一样，是一桩事情，科学家讲能量，能量就是业相，这个业呢就是动的意思，业是造作，所以它是动的意思，那么也就是科学里面讲的波动的现象，非常微细的波动，这个近代的科学家对这个非常有兴趣，这是新的发现
发这波什么念头的波啊，所以念头的这个力量太大了啊，念头真的能改变宇宙啊，宇宙都能改变呢，那何况我们的生理啊，这身体生理啊能改变啊，这个能改变的念头，念头呢现在科学家叫信息啊，在阿赖耶里面叫转向啊，叫转向，也就是见分啊。物质现象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这是现代量子力学啊，他讲这些东西啊，但是一重的相融相即，容易懂啊，重重无尽的相融相即就很难懂了啊，这个也是大概是大乘佛法里头专有的了啊，科学能不能探测这一道呢，大概很不容易啊，非常困难啊，这是甚深禅定当中见到的啊，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提示啊，什么样的定功能见到这个境界啊，一般大乘经都说八地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七地以前没见到啊，那像我们一样，我们没见到，我们是听说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相融相入的，因为相融相入，所以才真正是一体啊，不是想象的一体，确实是真实的一体，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因此我们起心动念啊，动个念头，这世尊讲啊，心有所念啊，不论是有意无意，这个念头就是三种周边啊，第一个它的能量周边法界啊，第二个呢畜生无尽，第三个含容空有啊，经上举的一尘一微尘一识一桩识，任何一桩识啊，这一桩事里面你能看到法界的全体啊，一微尘里面能看到，何况一桩事啊，所以见性的人啊，明心见性，他见到了，他见到事实真相了，也就是华严十玄门啊，他门门都入了，一门入一切门入，为什么呢？相即相入，无论哪一门啊，这有十个门啊，随便从哪一个门进去，你全都得到了，一皆一切，一切皆一啊，知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这多么亲切啊！所以我们常讲伦理的教育，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佛法华严经讲的关系讲得太密切了
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句经文，我想很多人都念过，都记得了，都很熟悉。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跟我们真的是一个法身吗？真的，一点都不错。这个境界不容易体会呀。十方一世，这个三世佛里头有我们自己在里头啊。三世佛是讲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我们这些人是未来佛啊，将来都要成佛啊。为什么？你有佛性吗？现在是迷了，迷了自信。总有一天你会觉悟。这个问题只是在早晚。肯定你会成佛。你成佛之后，你证得了十玄门，你证得了清净法身。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一真庄严的，跟自己是一体，这叫法身。上面讲了这么多段了，现在大师告诉我们。在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的法界。一尘一毛，这个毛是含毛端了，一尘一毛，里面都有法界全体。全体通常我们用六个字来说明，性相、理事、因果，性就是法性，《还原观》里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都是从这个体里头变现出来的。这个体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它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它能生一切物质精神的现象，它能生能现，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有一位慧能大师，中国禅宗第六代的祖师，大家称他为六祖慧能。他见性了，很了不起，他是顿悟，不是见悟。而且这个人呢，不认识字，很年轻，24岁，开悟时候24岁。世先
给我们做证明啊。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一念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一念迷了，这佛就成凡夫了。啊，在一念之间呢，这一念是怎么样子一念，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体会。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经教里面摸索，啊，看到经上告诉我们，早年看到的人王经，啊，这部经在台湾，佛门弟子都知道。因为每一年呢，佛教里面都做一次人王护国息灾法会。啊，这个法会主要就是诵读人王经。啊，法会是七天。啊，大家都知道。人王经里面佛曾经说过。啊，讲这个宇宙的来源，啊，是一时顿现的，啊，什么时候呢？大乘教里常讲，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一念不觉了，就叫无明。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能量。啊，这个东西出现了。啊，不觉它就出现了。要是觉呢，觉它不出现。啊，不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叫真心，啊，诸位知道，真心永远不动的，啊，真心没有形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真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没有办法离开真心，离开真心什么都没有了，连虚空都是真心变现的。所以真心在哪？真心就在眼前。哎，因为他连空都不是，不能叫他做空。啊，所以我们六根都圆不到。啊，在面前眼看不见，耳也听不到，啊，手也摸不到，心里头也想不到。啊，他在。啊，他要不在的话，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在。啊，那么佛法称他叫自信。啊，也称他做真心，也称他为法性，名词很多。啊，也称为第一义。啊，释迦牟尼佛对这桩事情说了几十种名词。啊，为什么说这么多？这是教学的善巧，教你什么呢？不要执着名字，你执着名字那就错，完全错了。他没有名字，啊，像老子《道德经》上所讲的“名可名，非常名”，啊，不得已给他假立一个名词，啊，根本他就没有名词。你说他什么名词就错了，他没名词。所以马明菩萨叫我们听经学教，不要执着名字相，啊，所有的名词术语都是假设的，啊，为了教学方便，啊，你要从名
去体会它的意思，那就对了。啊，不要执着名词，名词是假的。啊，执着名词，你就见不到真性了。啊，佛说法的真实意义，你永远不能够体会。啊，要立名自相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真实意义。啊，佛在讲什么？啊，慧能大师见性了，向老师提出报告，啊，这个是必须要的。啊，你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能不能说得出来？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形容出来了。啊，他说。何其自信，何其自信这一句话用现在话来说，没有想到自信，本自清净。第一个现象，它是清净的，它从来没有染污过，过去没有染污过，现在也没有染污。啊，决定不会染污的。啊，这告诉你头一个。啊，第二个呢，他没有生灭，本不生灭，他没有生灭。啊，他是永恒的，他是存在的。啊，存在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也没办法想象。第三句话是本自具足，啊，他什么都没有，啊，也可以说的，他什么都有，他一样都不缺，啊，但是他没有现前，啊，这个很不好懂啊，所以他有缘呢，他就能现。那什么是他的缘呢？哎，一念不绝，那就是缘。啊，这个一念不绝，在佛法里头啊，名词也很多。啊，通常我们常常看到的叫无始无明。啊，无始这两个意思。不要想得太玄，想玄了你想错了。什么意思呢？没有开始。啊，也就是说没有原因，没有开始，一念妄动啊。啊，这个很玄，非常非常难懂。啊，你怎么会动了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无意的。啊，实在讲，有意无意都说不上。无意对面还有个有意，啊，他什么也说不上，但是他动了，就是极其微细的一个波动现象。这个现象一动的时候，从体起用，啊，就是从自性。自信是本体，啊，你看它本来具足，啊，现了什么相呢？现了阿赖耶的相，啊，阿赖耶叫妄性，自信叫真性，啊，真性里面出来一个妄性，啊，宇宙谁变出来的？妄性变出来的。啊，妄心怎么变呢？妄心得有体。如果这个体里面要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妄心怎么变得出来？啊，所以这个体里面什么都有，
样样不缺。啊，只要这一动，它就现行了。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水做比喻，把自信比作水。啊，水平的时候，那一动是什么？一动就是波。啊，就起了个波了。啊，波的现象就起来了。啊，那是个妄心，波还是水。啊，还是自信。啊，这个由这一个波起来的时候，这个波就能生万法。虽然生万法了，自信还是如如不动。自信没动过。啊，能大师讲，本无动摇。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波动的现象啊，无始无明的波动现象啊，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的真心从来没动过。啊，这一动产生了一个妄心，啊，这个妄心就是今天量子力学里面所看到的能量的现象、信息的现象、物质现象，这三样东西出来了。这在大乘法里面叫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这三细相出来的时候，但是一念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讲得很好，讲得很清楚。啊，这一念的时间很短，不长。啊，短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法子体会。弥勒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说举手弹指之间，啊，这一弹指，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啊？320兆个念头。那换句话，一念的时间呢，是这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这不是秒。我们一秒钟，啊，我能弹4次，大概还有比我弹得更快的，我相信可以弹5次。如果弹5次，那一秒钟的时候有多少个念头呢？1600兆，1000就是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无法想象呢？是它太快了啊！所以佛法讲这个东西，讲这桩事情说不生不灭啊！诸位要知道，如果没有这种现象，讲不生不灭不是废话吗？啊，它真有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呢？你说它灭，它又生了；你说它生，它又灭了。啊，可以说呢，生灭同时。啊，但是要知道，这个念头里头啊，就居住了三细相。啊，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它有业相，就是波动。从波动里面呢，它就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啊，这念念成形呐，形皆有实，啊，实就是受想行识，精神现象，所以物质跟精神是同时发生。啊，那么阿赖耶
就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本人呢。我们称它叫本师，是我们的本人。迷的时候，中国人叫灵魂，这个东西，我们身有生灭，他没有生灭，识没有生灭。在佛经里面呢，上面加个神字，叫神识，那是我们自己，这个阿赖耶。范围很大，现在我们从世玄里面知道了，因为它相融相即，它跟整个法界是一体，真的就像网一样，它是在一起的，所以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晓得，我们的念头念头就是信息无论是有意无意，跟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互通信息，通的。好像有电网一样，你一出，全都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个量子力科学家现在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是在研究这个东西。它通，通它能控制物质，物质产生的变化，那不是性的事情。那是实，所以大乘教告诉我们，唯心所现，现是真心，真心能现，能生能现，不能变，它不变，实它就会变，所以心现色变，色法界一真庄严，实变。他变的那真心所现的相呢，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报土里面的众生不但是佛菩萨，这是人十报图里面也有树木花草也有山河大地它是怎么生的？化生的，全是变化的没有生长的这个现象我们这个是世界所有的生物可以分为几种，叫胎卵石化了胎生、卵生、射生、化生，树木花草这些现象山河大地这些现象所以色报土里面这些现象人也好，花草树木也好，山河大地也好，它永恒不变。人没有从小孩生长这个现象，没有它是变化的，永恒不变它也没有衰老的现象叫长生不老真有不是假的十报图里面人个个都是长生不老那么我们学佛，真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生十宝庄严土。
是不是真能生呢？真能生。什么条件可以生到的呢？佛给我们讲，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到十八土去了。十八土才是真正的故乡啊，才是真正的老家了。那我们现在呀，变成在外头流浪汉了，跑到六道里头搞轮回，苦不堪言。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十八土里头没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那个起心动念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想象不到，那就叫什么？那就是无始无明。有无始无明的时候，现的这个境界十八土。所以那个起心动念是太微细，太微细了，我们没有法子觉知。这种微细的这种波动，最初的波动，所以佛说八地以上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的菩萨，他们看见。七地以前都定力都不够，都没有看到这个事实真相。没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可是他也到那里去居住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华严经》上初住以上，你看41位发生大事。由此可知，十八土里面聪明智慧不一样啊。41位发生大事啊，都住在一起，但是对于十八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最上面的五个阶级的人清楚，他们聪明，他完全了解，其他的不了解。所以十八土的菩萨还得上课，还得修行，但是他们上课修行那个方式跟我们这里不一样。他们不需要讲演。那用什么方式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句俗话说，心灵的沟通可能大概都是这样的。没有边际的用心灵沟通。逐渐逐渐的提升自己的境界，把这个无始无明习气消化掉，习气完全消化掉了，回归到常寂光了。回归到常寂光，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科学家他们也有个很疑惑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报告书，科学家的研究，他说我们现在科学能够理解、能够见到的宇宙啊，就是实际上只有整个宇宙的10%，另外90%的宇宙啊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是不是都回到常寂光去了？回到常寂光去，痕迹都没有。他从常寂光出来，后来又回归到常寂光。在佛经里有这个解释那么回归到常寂光了，那真叫痕迹都没有了，他还起不起作用？
我们相信它起作用。啊，它不能不起作用。啊，为什么呢？众生有感，它就有因了。啊，众生感，长吉光虽然不动啊，但是众生这个感会让它启动。啊，所以它就有因了。啊，为什么它有因？因为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智慧德相，啊，相是物质现象，智慧就是见闻觉知啊，所以他有智慧，他有德，他有相，他通通具足啊，啊，只是不显，就好像水，水有没有具足波啊？具足波，但是没有风的时候显不出来。啊，有了风了，这有了云了，啊，它能够起波，它能够起浪，它能够起大浪。啊，在没有风的时候，它连波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才晓得，这个佛菩萨给我们的感应。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现前了，是不是从极乐世界到这来的？不是的，就在眼前现身的啊。为什么相即相如嘛？啊，在那个境界里面，没有所谓的什么时间、空间，没有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啊。没有过去未来，所以就在当下了。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在哪里现行啊？当下现行。啊，我们遇到一桩事情。啊，这是我的老校长，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国立第三中学校长周邦道。啊，他的夫人，啊，我的周师母，遇到这个一个奇怪的事情。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南京，啊，他南京住的房子很大，前后都有庭院，啊，进入他的门子里面要经过三道门，啊，大门进去是院子，啊，里面还有二门，啊，第三道门呢，才是他们的客厅。啊，客厅后面呢是他们的起居室。啊，我们周四母有一天遇到一个出家人。啊，在哪里遇到的？在他家里遇到的。啊，这个出家人呢来化缘，他问他从哪里来的？九华山。啊，问他要什么，他跟他画五经相友。那时候他没学佛，他没给他，没给他说这个出家人就走了。走了之后啊，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三道门都没有开，他怎么来的？走了之后门也没有人给他开门，他怎么走的？这个时候才发觉了非常奇怪，这个事情一直就是怀疑。啊，以后在台中住，认识了李老师，
就把这个事情，这桩事情跟李老师叙述，老师告诉他，那是地藏菩萨，你跟他有缘。他非常后悔没有给他五斤香油。那什么，就在当下了，没有时空啊。当时他没有感觉到，事情过后之后，他感觉到是吧，这很奇怪的事情。你看三道门院怎么样，这人到哪里去了？明明看到他来的，还跟他谈话。走了之后一下就不见了。那么从这个点我们就了解的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真的。菩萨给我们实现的，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这个现象？也是这个现象，不知道。如果你真甚深体会经里面所讲的，一弹指，320兆的念头。今天量子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是意念的累积，产生一种连续的现象。这个念头的波动频率不一样，波动慢的就变成石头，变成矿物。频率振动快一点的就变成植物，变成动物。最快的像现在电视啊、手机这种频道，那是波动的快的。除了波动之外，没有物质这样的东西。换一句话说，物质可以把它分解还原给波动。这个说法跟我们《华严观》上讲的意念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含容空有，就很接近了。就这个现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眼前。我们要从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虽然我们还比不上佛菩萨，人家已经亲证，我们没证得。我们只听佛说的，但是我们对佛的话深信不疑。佛在《金刚经》上讲得很好，如来是真语者、如语者，真就绝对不是假话，如就是讲到恰到好处，不增不减，事实是什么样子，他就怎么说法，不添一点，也不减一点。叫如语我们相信佛的话了，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慢慢去体验，这叫真正学佛。首先肯定我们现在不是讲修六合敬吗？六合敬头一条，见佛同解，这非常重要，这是和睦的理论依据，
我们现在明白的事实真相了，整个宇宙跟我们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一体，你说我们要不要和？我们把宇宙缩小，举个比喻，像我们的身体，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身上里面的一个细胞，再小的时候是一个原子，是一个粒子。科学家知道我们人身有多少个粒子。科学家有数据，查查看身上有多少个原子、电子、粒子，你身上多少个？这样子堆成了这么一个身体现象每一个原子、每一个粒子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共同成就这个身体。这一些现象密切相连，像一个网状一样它全是通的。这叫一体观我们能不爱惜这个身体吗？能不爱惜身上每一根汗毛、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电子？虽然这些东西时时刻刻还在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科学家告诉我们，周期是7年。这个现象我们想想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最基本的这个粒子。现在这个量子讲是量子群量子群小光子。它存在的时间很短暂。非常非常的短暂。但是它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累积的现象就成物质现象。整个宇宙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所以我们知道是一体。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对人要尊重，要敬爱。尊重一切人是尊重我们的自信。树木花草也是我们一个共同体。我们讲能量、信息、物质完全相同，山河大地也是相同的。在宇宙里面，佛法讲十法界依着一真庄严，找不到一样东西是个独立的，跟我们不相关的，找不到。也就是我们体外的东西你找不到。所有一切的跟我们是一体，你说我们要不要敬爱？用中国的话来说，孝顺呐！我们讲两个字，孝敬，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根呐。
是德的根呐。孝是对父母，敬是对老师。孝亲尊师是所有德行的根基。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这个孝敬就扩大了。把我们对待父母跟老师这个孝敬啊，一展开就是孝敬变法界虚空界。那这是普贤行啊。普贤菩萨跟别的菩萨不一样啊。所以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这意思呢，不修普贤行不能见性。普贤行有十大纲领，有十条。它的境界是什么？境界是法界虚空界。那个对象啊，就是此地讲的重重无尽呐。离尽诸佛，诸佛不但是一切有情众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你看，无情就是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自然现象，这是属于无情。跟有情同源种质，是一不是二，整个宇宙整体的，我们的孝心，我们的敬意，要变法界虚空界，没有差别。我对父母是怎么样，我对一切人就是那样子，我对老师怎么样，我对一切众生就这个样子，不能有差等，有差等，你就不是普贤菩萨了。对人是这样的，对蚊虫蚂蚁也是这样的，对树木花草也是这样的，对山河大地也是这样，这叫普贤菩萨了。他为什么能做到？因为他知道是一体。他亲证这个境界。我们虽然没有证得这个境界。诸佛如来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这样开示，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现在叫改正心态呀！修正我们过去所有错误的概念。要以中国的这个传统来讲。中国传统里面讲关系五伦。大乘经里面，这个。我们看十玄门，这里面五伦讲到究竟圆满。关系多密切。我们的孝心才能达到究竟呢。父子有亲的亲爱呀。君臣有义的道义呀。都能做到究竟圆满。再扩充到无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老祖宗传统东西不就是这么多吗？每一个字，每一个条目，它的境界都是变法界虚空界。人真觉悟了，我们现在讲磁场，中国人讲啊，氛围，那这个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全是心得了，全是正气，这氛围充满这个，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这六的至少是天道的境界。这妖魔鬼怪所有的邪气决定不能够侵入，自然它就没有了。妖魔鬼怪的一些邪气与正气相反的，就像邪不生正，他自然就隐藏起来了，不敢暴露出来呀、那么今天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全是邪物，这个社会的磁场不好啊，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间的人。怎么晓得磁场不好了？他没有安全感，心定不下来，心总是惶惶不安，这就是磁场不好。什么原因呢？我们把正气丧失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心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个习气太浓了，这是坏的习气啊！这是与性德完全相违背的。如果我们有少数人乃至于一个人能有正气，像佛法所说的他居住这个地方，这个小范围磁场肯定不一样。我见过张家大师的磁场不一样，李炳南老居士的磁场不一样，特别是张家大师过去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他居住的房子是一栋日本的花园洋房。前后都有庭院，你进入他的院子，你感觉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你觉得那里非常和谐，非常的安详你跟大师坐在一起，纵然一句话都不说，你也会舍不得离开为什么？享受那个磁场那现在是从哪来的？从清净心来的心清净，心平等
无量寿经讲的清净平等觉的磁场。啊，在那个里面做的时候，你就会生欢喜心。啊，孔夫子在《论语》所说的，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悦，那个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啊，是感受到真正高人那个德行。你感受的啊，学而时习之。我们今天讲学佛了，学儒啊，学道啊。啊，这句话大家都会念，啊，也会讲，可是没有去做。那问你，学？学什么？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世间法也是有联系的，像互联网一样啊。没有一法不是连在一起的。啊，正跟邪还是连在一起的。啊，不善的念头，把善的变成邪法。啊，所以教学就非常重要了。教学什么？把邪再回归于正，就如此而已。转恶为善了，转邪为正了，转迷为悟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就干这种事情吧？啊，所以学就是学伦理。学无常，思维八德，就学这个。中国这几千年，老祖宗们著书多啊，乾隆把它收集编成一部《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里面讲什么？没有离开传统的学术，也就是没有离开呀，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离开这个叫邪教。啊，不离开这些，这叫正教。啊，邪正从这分的。啊，习习是你去做到啊，你要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圣贤君子。啊，你做的很圆满。啊，不但事做到了，理也相应，离事不二。那这是圣人如果理没有透彻啊，知道一部分没有透彻事做到了贤人
不明其理，事实上完全做到了。君子啊，不亦乐乎啊，那快乐啊，都能得到，不亦乐乎啊，得的浅深不一样啊。君子所得到的喜悦比不上贤人，贤人所得的喜悦比不上圣人，程度不相同。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根，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儒家弟子规做到了，还要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为什么？因果教育。近代佛门的大德印光法师这在近代中国佛教界大家推崇的仰慕的敬重的他老人家一生特别推崇因果教育指定三本书，学佛的人不能不读这三本书：《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他一生是极力宣扬为什么他告诉人，这用周安寺的话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大概印光法师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到现前社会的乱象，用什么来救？因果伦理道德救不了了为什么呢？懂得伦理道德的人不是没有，如果境界里面现出高明重力，这心就变了，就是经不起诱惑但是懂因果的人呢，害怕眼前这种名荣誉这种利益你得到了，你能想几天？你来世怎么办想到这个问题不敢要了不是我应该得到的，决定不要。不会去争名逐利。所以古人讲的好啊。有伦理道德的修养，这个人止于坐卧他不会坐卧，为什么呢？他知道羞耻，礼义廉耻与耻，他知道羞耻他不坐卧。懂因果的人呢，不敢坐卧，为什么？后头有果报
啊，在行门上，啊，这个学习到十善业道啊，这才真正达到圆满。十善业道只有十条，诸位要晓得，这十条展开是什么？《弟子规》里面的113桩事情，都离不开这十条啊！啊，《感应篇》里面字字句句也没有离开这十条啊！小乘圣者把它展开，三千为一。你看，十条变成三千条，大乘菩萨更不得了，把它变成84000条，叫细行呐。84000条都做到了，什么人呢？佛。啊，大乘教里面讲，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做到了。你在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找不到一丝毫的缺陷。啊，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纯净纯善。啊，这是学啊！啊，你真这样学，他才有法喜呀。啊，学而时习之，他才有悦喜悦啊！啊，在大乘教里面，法喜充满，这种欢喜不是从外头来的，是从自信里面透出来的。啊，这个法喜是最殊胜的磁场。啊，对我们人生来讲，是最好的养分。啊，谚语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一天到晚欢喜，他怎么会生病？啊，可见的他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现在人家他没有压力，为什么？他温和。所以也不会有对立。啊，他心目当中不但是人物，连山河大地，他心目当中都是诸佛如来，都是清净法身，托四现法。世世皆是啊，法法皆是啊。啊，大书里面所讲的立相、树壁这是举个例子。禅宗里面，老师考学生，啊，学生见性了，啊，性是什么样子？啊，很自然的，啊，随便一个表态。老师点点头就通过了。那为什么呢？你见性了，性在哪里呢？哪一法不是性？
竖一个手指，也是一个表示。说不出，他们是同样境界的人，你一个动作，他完全了解，不是在形象上了解。意念上啊，已经沟通了。这个现在在量子力学里头发现了。随便念一法，没有一法不是啊。法法皆是啊。这粗目皆道。那么这些讲的是《华严经》上说的。那么再看本经。本经，经中菩提道场品，第十五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又起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音响人、如圣人、无生法人。树是无情的植物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接触到树啊，他就开悟了。树会说话说法。见色闻声，他能开悟。那么这三种人，我们就说一说。三人三种，无量寿经第四十八愿，佛说过。文明的人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名号，就得三种人。四十八愿第四十七愿举声闻者得三法人之愿。二也，第一法人、第二法人、第三法人，这法人是什么？没说出来，未举其法人之名，因是而住世之节不同。因为佛没有把这三种人的名称说出来。后来是法位。这是法师的名字。他说呢，是《人王经》上所讲的五种人前面的三种。那就是佛人、信人、顺人。这个三种人。景星是日本法师，他认为是佛人当中有上中下。三人，玄义法师讲的呢，是后面经文，就是《菩提道场品》第十五，讲了三种人，这三种人讲的是音响人、如顺人、无生法人，他是用本经后面经文来解释。
这就都能讲得通。无量寿经云：往生极乐之人，闻七宝树林之音声，而得三中之人。啊，这就是在菩提树上所得到的。啊，菩提树能现色，也能现音声，啊，自然的，而且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你在菩提树下，你说我想看看娑婆世界，啊，以前我住过的地方，这个树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娑婆世界状况你马上就看到了。啊，那你想听听啊，或者听听讲经，听听呢音乐啊，都能够随你的愿望。啊，而且几个人在一起，我想听讲无量寿经，那个人想听华严经，哎呀，我听的真的是在讲无量寿经，那他呢，他听的就是在讲华严经，妙极了，一点都不相干扰啊。啊，那极乐世界这些物质都能说法啊？为什么呢？恒顺众生，因为你在大殿里面见到阿弥陀佛说法，听经都规规矩矩啊，你有拘束啊，是树在这里讲经，你可以很随便，可以很自在啊，不用那么拘束。你看看这个世界啊，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三种人，音响人是由音响而误解真理啊，这个音响是音响的时候有很多种，有音乐的演奏，你听了开悟了，有讲经说法啊，这都是属于音响啊。第二种呢，如顺人，慧心柔软啊，啊，这是《还原观》里面四德啊，里面第三种，如何知之？啊，人心的如何？心的真诚，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自然随顺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自信啊，随顺信德嘛。无生法人证无生之实性，而立诸相者，这个立诸相就不着相了啊，对于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啊，般若经上讲诸法实相啊，它清清楚楚啊，性有相无啊，实性，性是什么？性是能生能现，相是所生所现，所生所现的相啊，有生有灭，能生的性啊，不生不灭，所以他在相上见性了啊，这叫无生法人，这是
悟道到基础。啊，证无生法忍，这就是这个人一般讲啊，这成佛了。啊，在菩萨是化身菩萨，分真即佛。善导大师也给我们讲了三人，啊，那么一般传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他生在唐朝时候，啊，那个时候日本韩国啊，还有这个越南啊，不少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留学啊，他们认定两个老师，一个是善导修净土的，还有一个是智者大师啊，学法华的啊，这两位老师啊，他们国外这些学生呢非常之多啊，确实回去也真有成就。善导大师给我们讲的三人，第一个是喜人啊，欢喜念阿弥陀佛而生欢喜心者啊，他讲的话很好懂，诸位想想，念阿弥陀佛念得生欢喜心，不但是讲有感应啊，肯定是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念到法喜充满了啊，得喜人，这是念佛功夫的前身。第二种呢，悟人，开悟了，念阿弥陀佛而悟解真理啊，真理就是诸法实相啊，念佛开悟了。为什么？烦恼念掉了，不就开悟了吗？啊，那我们现在不少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开悟？第一个是夹杂啊，功夫不纯呐、啊。念阿弥陀佛里面还夹杂着妄想啊，分别执着啊。第二个怀疑，信心不足啊。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纲领，度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啊，度摄六根是三昧啊，不夹杂了啊，净念相继。如果六根没有收回来，眼攀缘色，耳攀缘声，六根攀缘六尘境界，夹杂在念佛里面，把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啊，所以这个都摄六根，简单讲，把你的妄念统统收回来，就这个意思。
一心专注，这叫净念，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相即是不间断，会开悟。啊，开悟之后就跟慧能大师一样，你所没有学过的经教，你一听就懂，啊，一看就明了，啊，开悟了。第三个是信任，念弥陀佛而住于正信。啊，这个真心相信自己决定的神，功夫成就了。善导大师解《观经》中，啊，他对《观无量寿经》有一部注解叫《四帖书》，啊。唯提西夫人所得的无生法忍呢，善导大师讲就是这三样，啊，习忍、悟忍、性忍。净土文类行卷里头有一句话说，庆喜一念相应后啊，与韦提等获三人，这都是解释观经的啊。庆喜是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念阿弥陀佛啊，一念相应之后呢，跟韦提谢夫人一起都获得了三种人啊。那么这三种人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啊，习人、悟人、行人。那还有一种说法，这是六波罗蜜里面的忍辱波罗蜜啊，忍辱波罗蜜有三种，这个形象啊，我们应当要学。第一个是耐冤害人，能耐人有情冤敌之恼害。有情是说人啊，我们的冤亲债主啊，这些人来啊，不一定是什么原因他回报你他侮辱你，他破坏你，在陷害你，你能不能忍？你要不能忍，你不是修菩萨行啊。害到了极处的时候，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叫忍辱仙人，遇到割礼王割戒身体啊，把他凌迟处死啊，用刀在身上割，一片一片割，割死，不叫你好死啊。啊，那是割礼王怨恨心的。哎，你是修忍辱，好，我看你能不能忍。
用这个手段把他处死。隔到快死的时候，问他：“你有没有怨恨？”佛说：“没有怨恨。”而且还告诉他：“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佛说话算话了。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第一个得度的成阿罗汉的，乔成如尊者，前世就是格离王。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典范的。没有一丝毫怨恨。不但没有怨恨，还有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他是来考试的。看看你忍辱到什么程度了。你毕业通过了，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原本成佛是贤界第五尊佛，在弥勒佛之后。因为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他提前了，在弥勒菩萨之前他先成佛，弥勒菩萨退后了。提前成佛了，你说要不要感谢格离王？所以我们遇到别人来毁谤、侮辱陷害，要感恩的心呢，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呢。他来考我，我知道我程度提升了，如果还有一点还没放下，那不行啊。这还要重新来经过考试啊！一次考试就及格了，这其实就不会第二次了。可是你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就有不参加不断的考试。你在菩提道这个路上，不是一帆风顺。如果真正修忍辱，是一帆风顺通过。好事不是坏事，问题就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你用觉悟的人眼光去看，就好事。仁者无敌，仁者是菩萨了。菩萨对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是敌对的。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就对了。佛菩萨来考试我的，那他以表演的做种种恶事，造种种罪业，也是给你看的，看你能不能忍受。看你是不是能看得惯，你还看不惯，你还不行，功夫差远了。这社会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考你，每个人都在测验你，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了，立誓练心啊！五十三参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呀、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善的，有恶的。都让你看关关通过，以清净心、平等心、恭敬心看待，都是诸佛如来的实现，所以你看一生圆满成就了，就这个道理啊！我看的人，我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不是他做错，是我们自己有问题。他做的是对的。你看善财童子，看那些行恶的人，他恭敬、供养、
没有赞叹。啊，表演是善的、正面的，他有赞叹。啊，表演是负面的、反面的，他只没有赞叹、恭敬、供养。啊，请教，啊，样样都不缺，他在学习。啊，善的我要跟他学，不善的我看到我要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通通是善知识啊！啊，夫子讲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是自己一个善人，一个恶人，啊，两个都是我的老师，这成就你自己啊。第三个是地刹法人，啊，又名无生法人，不起人等，地观真理而安住于无生之理。啊，跟前面无生法人呢，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看一切法。啊，看到一切法的性相离世因果，不动心呐、啊！啊，这三种人，前面两种是忍耐的人，后面一种人是信任之人，好像是不一样，啊，然。决定不动心之意则同，这句话重要。就是无论什么境界现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这么高级的菩萨呢？正无生法人菩萨，他是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生法人。啊，不分别，不执着。那都还属于耐忍这个程度啊，到不起心不动念呢，这叫无生法人啊。《华严经》里面也讲的这三种啊，这三种讲的详细一点啊。第一种乃冤害人，为人矣。你看，怨憎、毒害二加于我，既能安心忍耐，而无反报之心，啊，决定没有报复。中国古人所说的逆来顺受啊，古人又讲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一定要有个信心，别人没有过错，过错一定在自己。他为什么不怨恨别人，怨恨我？我一定有过失，啊，一定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啊，遇到这个事情，认真反省，啊，找出原因，消除原因，这问题不就化解了？啊，决定没有冲突，啊，千万不要认为过失在对方，那就错了。那完全错了。我这一生没得罪他，前世可能有啊。
我们相信六道轮回啊，我们有过去生啊，过去生中结的怨，现在遇到了，他的怨恨心没放下，他来报复。那我们学佛懂得这些道理，我们就应当承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骂我，恭恭敬敬听；他骂累了，他自然不骂了。我呢一直表示真诚恭敬。没有一点怨恨，这个怨结就会化解。这一点很重要啊。第二种呢，暗受苦，那是这里举的例子，疾病、水火刀杖等重苦所逼，能安心忍受，天然不动。这些什么？这业障。调整我们的心态，这些业障也都能够化解。这些业障是我们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所造成的。绝对不是外头无缘无故而加之于我。幕后一条，为审查诸法体性虚幻，本无生灭，性皆真实，心无妄动，安然忍苦。这个人是有肯定的意思，有同意的意思。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我同意，我接受，我肯定他，这是这个意思。佛有的时候讲的理很深。我们虽然不能理解，不怀疑，假以时日，慢慢的就会懂了。所以这个学经教，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是决定有道理的。长时熏修就是你学一遍是决定不够的。几个人能一遍开悟呢？有像慧能那样的人一遍就开悟了，太少了，这是我们学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复。我读书有个习惯。重要的这些课程，学习的课程，我至少是十遍。这是我一般的标准。要学十遍，听要听十遍。在从前没有这些录音带呀、录音的，没有这个东西啊。那哪个地方有讲这个经的时候，我就去听。听的遍数越多越好。我听李老师讲那个佛学概要，我听了十一遍。他每一次半半都讲这个课程，我都去听。十一遍听下来了，我都会讲。可以不要用书本，我就会讲了。不重复不行。这个经至少要十遍以上。重要的经典我差不多是听30遍。
才真正能体会呀。变数少了不行呐，所以学佛不得利益，没别的，变数太少了，熏习的时间不够，真正长时期熏习，自自然然就明白了，自然就相应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